因为是我第一次开直播，如果玩的不好的地方呢，大家多多见谅。因为我一段时间没有玩，就是玩的不太好，真的不是新的麦克风。今天我要玩的是突破，诡辩模式。我蛮喜欢这一张地图的。那因为我目前是用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比我之前的电脑跑得还要再顺一点。OK，我们就开始吧。哎呦！不得不承认，这个换了一个新荧幕，真的是有差。对75公尺这边，我的小地图的话，我看的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新的荧幕我不太习惯。15兵，我想不到我退步这么多。
OK。太久没有玩了，手都硬了。为什么会有这个蒙面客人？我靠，这是下面挖沟。这是这一关唯一 有配音比较正常一点的。没关系。Grazie per sì!进来进来，来救我，来救我，进来进来。畜生！
可以看好远啊。What the fuck?是不是看到人？Thank you.
行。
take out. ¿Dónde?
欢迎。Leg dich zusammen, Soldat!